我是米米，我叫米米，我的名字是米米，我名叫米米，你可以叫我米米，你可以称呼我为米米。他很害羞，他很活泼，他很懒，他很勤奋，他很酷，他很美。我不明白为什么，你可以教我吗？我想多练习绘画，我会认真写作业，我是好学生。你介意我坐这吗？我可以跟你聊聊吗？我不打扰你吗？你想问我什么？你快告诉我吧。我头疼，你可能发烧了。我肚子疼，你可能吃多了。我眼睛疼，你可能看多手机了。你身体好多了吗？你感冒好了吗？你晚上睡得好吗？你失眠吗？你做噩梦吗？我们一起吃饭吧。我没钱。我请客吧。我没时间。你是在找借口吧？你吃晚饭了吗？你刷牙了吗？你洗脸了吗？你洗澡了吗？你睡觉了吗？你睡着了吗？元旦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年年快乐，学习进步，身体健康，你值得更好的。一切都无所谓，顺其自然吧，做什么都行，我去哪儿都可以。请坐，请等一下，请慢走，请慢用，请进来，请告诉我，你想喝一杯咖啡吗？咖啡让我睡不着觉，那么你喝茶怎么样？好主意，你想喝什么热茶？